挑战身边却没人陪伴，习惯一个人静静的享受早餐，讨厌的男生总是给我找麻烦，课桌里面纸条泛滥，穿着校服的我盼望长大的我拿起画笔勾勒黑白色的生活，钢琴配调色板，照板配线，美妙是你让我看到不同的颜色，我只想让你慢慢爱上我，约会的时候不计较太多，只有你让我感觉到快乐，被你捧在手中好幸福的生活，只想让你慢慢爱上我，约会的时候不计较太多，只有你让我感觉到快乐，被你捧在手中好幸福的生活，奇怪的，在咱们六个人当中，好像就只有我和你一直没什么关联，所以说有点奇怪。找关联很容易啊，比方说现在一起聊聊你的未婚妻，我们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。为什么说她是我的未婚妻啊？我跟她没有那种关系的。那就算现在有人拿枪顶着你的头说，快点娶她，要不然毙了你，你也不娶她吗？话不能说那么绝对，爱情诚可贵。生命价更高，我还是更珍惜生命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朗朗晴空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？说不定啊，在这个疯狂的社会中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生活在中国，又不是在美国，哪儿那么多枪击事件？我说的是万一呢？万一也不可能。好了，我们找大飞马配音吧。我坚持我的看法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说你呢？再不举手，我就要开枪了。我手上的枪已经装满子弹了。如果你不想脑袋上开一个洞，就好好的听话。你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可是学校，怎么可能？你自己说的呀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那是一种枪声。你不要乱来啊！我就回头就看一眼，我要是看到那个开枪的人，我再举起手来还来得及啊。不行，不要乱来，不要回头，否则我就开枪了。子龙，子龙，别喊了，没事，就摔疼。我看看，你真没事啊？这谁搞了恶作剧？音乐教室，大肥马。我会杀死你的！我去把他人控制住，你去保管室跟踪行踪。好慢哦，刚刚拯救了我的性命，今天又要拯救整个学校，我的幸福黑人。啊啊啊！哎，你不要动！你这个无耻小人，你果然疯了！你别过来啊！不是我疯了，是这个社会太疯狂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开枪啊！对着我的胸口开枪啊！让那冰冷的子弹射中我滚烫的胸膛，看看我能不能在那黑洞洞的枪口面前颤抖！到底怎么了你？刚才的气氛够紧张吧？你把我弄糊涂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现在在学习作曲，你懂吗？不懂。
别演了，我只是在作曲而已。我研究了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曲谱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：不少的音乐家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，都会用一些特定的声音去表达。比如，卡赫尔的《定音鼓协奏曲》的最后，会让敲鼓的人撞进大鼓当中，就这么撞，撞进去。如贝多芬的《贝灵顿的胜利》里，要求要用到放枪的声音，开枪就来这么一声。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中，必须用放大炮来表现情绪。放炮，你懂吗？咣！而马勒第六交响曲中，必须要用大锤来表现英雄被击中的声音。可是这没锤子，不好表达啊。到底想表达什么呀？紧张，生死问题上的紧张。人类在面对生死的时候，究竟会怎么想？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其实，我只是想表现一种减肥的情绪啊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啊，只能发疯了。减肥的情绪，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情绪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？所以，你看着七部相片，拿着打火机，发疯似的模仿？那我能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真去开枪啊，犯法啊！还好，脑子是正常的。好，把电视机关了，我来配合你。为了艺术牺牲，朝我的胸口开枪吧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情绪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对着你开枪的理由啊！你就不能当个冷血杀手吗？你看我像吗？我这么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死胖子，你能不能干脆点啊？开干就是了呀！你敢骂我死胖子？对，死胖子！打死你！哎，不要！啊！哎，不要！不要！娟儿啊，第18遍了，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关心娟儿啊。好朋友、闺蜜、老铁，我还不能关心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朋友啊？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，这么关心娟儿，非奸即盗。你这是在污蔑我们俩的友情，我们俩的友情可是超越爱情的，超越爱情，你懂吗？你今天很奇怪哎，肯定有问题。没有，我同意，非奸即盗。我赞成，同意。你们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太伤我心了。同学们，娟儿来了，咱们去那边说一下，我有重要事跟你聊一下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更重要的事儿是关于子龙的事儿吗？关于他，关于我们每一个人。好。同学们，朋友们。现在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啊，许多大学生毕业以后都找不到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傻了，只有理论知识，而缺乏实际操作经验。有鉴于此，现在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实习的好地方，我所在的格林沃汉公司已经扩招了。我知道，大家的心潮已经很澎湃了，只是不好表现出来。格林沃汉公司是一家优秀的校外教育机构，现在刚刚开了新的分公司。大家有没有谁想参与进来，想成为一名教师，为祖国的花朵贡献自己的力量？菲儿，你的绘画技术
一定会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。毕加索曾经说过，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学会像一个孩子这样作画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你可以和孩子们相互学习，共同成长。下一个毕加索就是你。我还是别误人子弟了。我现在啊，还没学着怎么像成人一样画画，就别用毕加索理论了。嗯，那哎，大飞马，现在学架子鼓很受孩子欢迎的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多条路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以后不会成为一个大师级一样的人物吗？不会成为像 Brown Jr.、Tony Rister、Eric Spears、Eric Moore 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多一条路。你别跟我说话了，你让我安静的吃完这根鸡腿，安抚我这颗受伤的心吧。超，我肯定不会忘了你的。说吧，兼职还是全职？工资你开。拒绝。啊？其实我多拍俩婚庆的活，这钱就回来了。再说了，像我这种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人，别给人当老师，太毁孩子。也是，回头教出一帮小财迷。子龙，你呢？没想到听得最认真的是你一颗，我太小瞧你了，我太小瞧你作为一个富二代的抱负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更重要的事儿？对啊。无聊。不是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我们虽然是艺术学院的学生，这也要为以后考虑啊，也要参与到社会当中来，积极的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呀。你马上就要没有热量了，你们的杜鹃同学马上就要凉凉了。我活得很好啊，我正在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实践中，积极的参与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但是你没有参与到你的学习当中。你看看，这是你们舞蹈系的点名册，仔细看看，你缺席了多少堂课？你本来学分就不足，你现在再这么下去，今年的学分铁定就不够了。可是我是在社会实践啊。我不反对，但是前提你是一名学生，你不能耽误学习。可是我们领导说现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时期，我不能耽误啊。你考虑考虑吧，你们领导能为你的一生去负责吗？今年可能，我告诉过你要以学业为主，你不听啊。可是我要实习啊。可是你毕竟是个学生啊。你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？没有办法。办法呢，倒不是没有，就是麻烦了。超，我知道你是咱们当中最聪明的，你快说。你在校外呢，是当的舞蹈老师。那上舞蹈课肯定要在室内上。咱们学校就有现成的舞蹈教室，那你为什么不在学校里边上舞蹈课呢？这能行吗？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，这样可以省去你全部的通勤时间，既可以完成你的学分，也不耽误你的工作。对喽，我就是这意思。其实我一般接婚庆啊，接的都是外景的，但是呢，我就让他们来学校，说的好听点儿，就是说让这俩快结婚的人能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。实际上，我就懒得出去。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呀？你这样。这样就好了呀，能行吗？肯定没问题。子龙，行吗？我不会告发你们，但是我不会帮你们做这件事，太不靠谱。
你就不能帮帮我呀？最好帮你的办法，就是带你回归校园。那行，你别向卢老师告发我们就行了，不然我们几个一起鄙视你。哎，别忘了给我咨询费啊。还有我的鸡腿。社会学上说，一个小团体一起做一些坏事，可以促进小团体的团结。我想试一下。一科，你呢？我还没有想好呢，而且我也不会说谎，我万一说漏了嘴怎么办呀？你们先去吧。也行，我们四个也就够了。子龙，你确定你不去啊？确定。行，我们走。走。你干什么？坐这么近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如果再发生那天的枪击事件，你还会救我吗？应该会吧。你的意思我知道了。就是想借舞蹈教室拍电影，然后给你们补一些学分回来，是不是？那你们的意思呢？子龙呢？他在写剧本。哦，好，专心学业，这个我得支持，这个字我签。以后不要随便旷课了啊。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再也不旷课，一定不会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。不用这么严重，也太正式了，有点过了。老师，生活需要正式一点。得我真传啊，我签。既然老师已经签字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老大呀，我听你安排。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，好好赚钱，好好实习。首先，李超要在校门口进行接待所有来上舞蹈课的学生和家长，要对了暗号才能进入校园。你走过的那段岁月还记得吗？匆匆那年，匆匆，匆匆。然后，李超把学生和家长交给马广泰，记住。马广泰要把学生带到教室，然后把家长带到电影仓库休息等待。 C 二的任务是最重要的，时刻监视卢老师的动向，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大家，然后执行 B 计划。超，杜鹃有没有说除了工资之外再给你点什么其他的好处？什么好处？帮朋友的忙，对吧？你朋友有难，那我就不能帮一下吗？是应该帮忙，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信性不都大。你在侮辱我的尊严？你觉得我李超就是这种人吗？肯定是。还是你了解我呀，真不愧是我好兄弟。杜鹃跟我说了，说过了这段时间以后超省钱的那种。那你看我能不能让杜鹃也给我介绍一个？你还是饶了他吧。啊，你让他对你还有一丝丝的幻想啊。子龙为什么跑到电影仓库去了？
他这个点不是应该去咖啡厅吗？为了你的女朋友，冲吧！杜鹃，我一定得完成任务啊！子龙，龙，我亲爱的兄弟，你要去哪儿？哎，你早上好啊！你中午了。是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去仓库啊，写作业。去什么仓库啊？去咖啡厅啊！我喜欢喝咖啡、写作业，共同完成我们艺术的新篇章。没请我喝。是啊，我撞鬼了。子龙，现在我和昨日不同，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李超，充满崭新的李超，改头换面的李超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在一个戒烟了，子龙。我说你要是去了仓库，你渴了怎么办？我带饮料了。你要饿了呢？有面包啊。滚！你应该去仓库，你不会感到孤单、寂寞、冷吗？我就是想安静的写作业。老，你摸着良心告诉我，你难道不需要别人的陪伴吗？没有别人的陪伴，你我只是生活在这个混乱社会中的一小分子。从几千年前起，猴子进化成人类开始，人们就已经习惯了群居的生活。没有别人的陪伴，你我只是芸芸众生中不被重视的一小部分。没有别人的陪伴，你我只是待宰的羔羊，失去了母亲的孩子，没有办法翱翔的雄鹰啊！子龙，你摸着良心告诉我，你难道不会感到无助？对不起，你再说一遍。子龙，你。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思维，所以我们不如去咖啡厅点一杯咖啡，慢慢的想啊。不用，他不会感觉到孤单和无助，因为我会陪他走完漫漫人生路。你们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李超，你今天很不正常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会陪着子龙去电影仓库。你放心，有我的陪伴，他不会孤单的。走吧，子龙。我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。你能不能别添乱？只是为杜鹃好啊。哼，看来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早晚都会被他知道。龙，咱俩的事情终将大白于天下。我彻底懵了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们走吧。啊？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是不会幸福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气氛轰到这儿了，不吐不快啊。你们都已经知道了。那好吧，子龙，咱们去电影仓库吧。我相信杜真就在那儿等着我们。我真的懵了，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走吧。子龙，你不能走。子龙，你不能走。子龙。在操场逗留，手牵手一起走到家门口，背靠着背坐，你靠在我胸口。我已经习惯拥你在怀中，心里话突然说不出口，用沉默代替我对你做的选择。开始我先爱了，结果却是我错了，是你选择背叛我，心痛让我忘记了你的承诺，我想是我该走车。